Samsung 新手机的 unpack 现场喽！哇，我们有150块美金哎！哎，一样的。AI Samsung Galaxy。哇，接受啊，新世纪的颜色。你们两个很烦嘞。重拍，非常拥挤，好看。I'll teach you about it, yeah. Wow, Galaxy 蛋糕 Galaxy!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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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g. Hello, 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到 Samsung 新手机的 unpack 现场咯，很期待看到新手机。我的位过去了。哇，我们有150块美金哎，可以干嘛呢？可以买手机壳。啊？可以买手机壳。哇哈！哇哈！没有无声的呐喊，全部人很开心。哈哈哈哈哈！穿的这样不冷吗？冷。哇，我们到了，这是加州的空气。Galaxy Unpacked this way. Let's go. 各位，我现在超级冷哦，然后我不会表现到很冷哦，我很镇定的那种。哇！为什么有风？快点嘞，怎么这样慢呢？啊，飞机！ Galaxy Unpacked。哇，我们现在全部人排队进场喽。你们好吗？来一个经典的表情，三二一。来一个什么？经典的表情。经典的表情。对，你每次拍 video 的表情。哈哈哈哈哈！我拿了一个 QR 卡进去了，现在呢要检查包包，我应该没有东西好检查。你在那边做工了哦？对，其实我今天在练他们。对，不是后面，他们全部穿蓝色。哈哈哈哈哈！哎，一样的。一样的。很壮观哎。我觉得很像来到什么国会这样感觉。对，国会主席还是。我觉得那个 logo 很，那个 City of San Jose， 那 California 的东西。对，看到有没有？我们从原本的位置一路被推这种，然后被跑起了。这边感觉可以了哦。如果再飞，这次我们就要出去了。哇，开始了。哇，整个会场超大的。Allow for greater Samsung Galaxy with democratized for AI Samsung Galaxy that makes every day easier. Hello. Por supuesto, para cuántas personas? Of course. For how many people? Table for two, please. Okay, test this again. I often talk things down. Me gusta. Like adding a middle structure, like heading to bullets.这是 AI。快点，帅哥！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special guest and my friend. 喂 ，Samsung 有钱哦，请 Mr. Beast 拍 YouTube。哦，是的，你也可以看到真人哦，全部人帅了。啊。现在要进去那个 experience 的地方去摸一下新手机，还没有摸到呢。啊，刚 announce 里面的 capacity 已经满了，到 maximum 了，所以我们在排队。耶，我们终于进来了，爽 ！Let's go！ 现在这舞台都是满满的人，我们现在正要往前面走。哇，这舞台效果很棒哎。我们要去的 Porta Experience， 哇，接受啊，新世纪的颜色，耶、yeah, ！各位，我现在手上的呢就是 S24 哦，然后这个呢是我自己的 S23， 其实哦重量我觉得是一样的，然后也没有我刚刚在远光看的那么厚，因为我刚刚在看那个荧幕的时候看的时候是比较厚一点，反而这个其实没有差太多。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我蛮喜欢的是它的屏幕不是曲面的了，它这个是完全的直面，看啊，
所以哦，你连 protector 啊，连什么都会很方便。镜头的话，这个耳比较厚一点点，就是也是等于它的防眩功能也变多了啦。对整体来讲哦，是很不错的。啊，黄色很好看呢，跟这个紫色其实都是奶奶的颜色。Cute， 下面的喇叭也是变得比较美观一点点了，外观就是这样子。啊，它整个质感手摸到很舒服哎。然后呢，我觉得这次呢，颜色方面上呢，我觉得这两个就很特别，就是 Samsung 之前都没有出过的，就是 for Ultra 机啦。然后这两个就是很好看，这是 Titanium 的，然后这个比较像奶黄奶黄色的。奶奶的这个很适合女生，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比较，它是一种你在不同的角度看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懂我讲什么感觉吗？好看，这两个颜色也摸完全部手机了，很爽很爽，很期待用到真的手机。这边还有饮食区，可以偷一下 Mr. Beast 的 chocolate。 Oh my god， 偷我们来偷食了。各国的人，各国的 influencer 过来互相交流的一个地方，就是满满的人。我刚睡醒，我现在有点 blur blur 的，等一下有力了才交流。感觉这边是给名牌，开始啦。I need beer. Yeah, he needs beer. Working together to deliver the camera. 单单什么？ And I like 一千的。Not have any wine. They develop all of them.再有人拍他们这样，你们两个很烦嘞，这很难应，有这个。Where are you looking at? Camera, a lot camera. No. 我们逃跑了，我们逃到附近的 Seven Eleven 买东西吃，因为里面的食物不适合我跟常用，就我们两个完全不吃的东西。对，它不是牛，就是很干的鸡胸，关键很深的萝卜跟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没买。对，我们打算出来买杯面吃啊！我们后面有人跟着，不知道还有什么，猜还有什么？他讲话，可是我没理他。那 Let's go。看一下还在吗？有啊，像在他们后面。因为那个人呢，他是在我们一场送活动一出来就看到他坐在那边，然后我跟他对到眼一下，然后哦，他就过来了。早安，现在直接到一个集合点了，声音有点大哦。今天呢，主要就是跟团一起活动，就是用新手机来体验一下新功能。然后现在呢，他们就会一一跟我们讲解，跟我们在家解释一下这个功能会是什么。干的谁？So I'll teach you about it. Yeah, this year, but we're taking that promise further. We're unlocking. 今天天气很好哦，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我们今天吃墨西哥餐，很 cute 哎。你的桌子吗？哇哦，可以耶。Nachos， 这是 chips 来的。嗯，好过，不错不错。我们的墨西哥餐，好难得吃墨西哥餐。来美国吃墨西哥餐。还有薯条，不是你喜欢的薯条。他的酱料是我吃的酱料。嗯，那我叫这么大份，我们应该叫一份。我觉得也可以大份而吃，一人一半。来跟你们讲啊。够力啊，这轮。你没有听话，他没有跟我讲。你们没讲清楚。我讲了。他们没讲清楚。嗯。面包都很好吃。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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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对啊，其实在小红书就有收到了这个 park 哦，它著名在它的海边是粉色，可是啊很多人吐槽就讲说它很多海边哦都是网红们 edit 的，然后其实它的原装是那种褐色比较多。我们现在还在走着去那边的路上，哇，现在天气哦很爽哎，就不会到很冷。然后呢，我们现在手上就有一台 S24 Ultra， 讲真的很厉害。它的整个，刚刚我只是随便拍一张照片啊，看到吗？你们看不到，它整个哦细节化非常够力，用 AI 的那个技术哦，把那个照片还原到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今天的行程算是比较chill啦，我们走到海边，其实这一片蛮美的，它哦这边这个角落哦很像那种拍 MV 的地方，角落很美，可以 share 你们照片。我拍这场拥挤好看，给它 share 几个小片段，好看呢。我们现在到下一个逛街景点叫 San Pedro Square Market， 赞赞。看那个不要踩。你们没有要离场有意思，你们敷衍得很自然，你们越来越加入我的团队了，你们很棒，很漂亮耶，这里很有氛围感哦，这才是我们真的要来的地方。 Square Market 这个才是真正的 Market 呀，那是秀场哦，冰淇淋，它整个 bar 都超有感觉，像美剧会来的地方。他们看得到吗？刚刚有一个人过来夸赞我 outfit 很好看，我觉得这边的人很大方的夸赞别人，他还特别讲我的 shoes 好看吗？我们就坐在街道泡茶，哇 cute 耶，我们叫了可丽饼，而且我们就坐在这里。哦，可以耶，这个是 Nutella， Nutella 跟 strawberry 可以哦。嗯，感觉不错哦，很 pet friendly。只是我们坐的座位一直在看到狗狗小便，因为很多人那棵树，对那棵树，我的那个树掉记了。We have all the cameras. Yeah. Doing Instagram stuff or? Yeah, we are doing YouTube content. YouTube, what's the channel? What's it called? W. Oh,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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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Hey, the first one. That's it? Yeah. Oh, okay. Only subscribe. Yes, I got one more subscriber. Thank you. Thank you. Yes, 叫多一个 subscriber。 我觉得他们很热情，就是他会一直来跟你讲话互动，是哎。他看我们很多相机啊、手机啊，很像在拍什么东西。这边有一个三板的，哇，中模。你刚刚要演。警察刚刚到。What do you do for living? Looking for the dog coffee. 5, 6, 7, 8. 然后啊，你很好 Q 哎。他懂我讲什么东西。他知道你要讲什么哎。哇，完全懂。很热，我是。刚我加多一个 subscriber 了咯。那个。啊。就很突然。这个吧，这个不是这个吧？啊。然后可能再回来，你再给他。我会坐下来想啊。嗯，我觉得他的面粉味很重。不好吃。可是它的面粉味很重，不要猜。哪里啊？很难吃，是很难吃。知道我讲的面粉味吗？很讨厌那种面粉味，超重。哇，很 Q。Hello。还跟着你啊？很想要来给我摸的。不，你拖走啊！这个是什么？中间。炸烧冻应该是。炸薯条跟烧冻。剩下薯条是吗？嗯，这薯条就过关了。剩下烧冻过关吗？回家了。烧冻。这也是很奇怪。嗯嗯。可以叫我回家聊天吗？很新鲜哦。叫回家聊天没有？嗯。太鲜了。做完有那个警卫，我们咻一下，又来要冲洗了。我们刚刚在外面讲话一下，然后我们刚好到晚餐时间，所以我们来到了一个刚刚在那边附近的一个 dumpling 的店。生煎包吗？这是。是的。还差一个，一定要放醋。嘿，看到它下面的部分吗？这是精华的部分，好点醋。嗯。OK 哦，它的粉有点厚，这个是我的葱油拌面。嗯 ，Not bad。哇！早安各位，我们现在人呢在
San Francisco， 就是今天有一个活动会在这里，所以今天呢会在这附近走走逛逛，去旅游景点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吃午餐 ，gathering。哇，哈哈。I want a diet coke. Yeah, thank you.有很多食物，通常我们好像又没有多少食物这样。快拿快拿，要完了要完了。想拿这个谁？谢谢。还要吗？够了。加一。我们现在在这个 Go Get Bridge 这里，这个著名的桥，我就在小红书找，我们找到一个是位置比较好拍照的，好漂亮啊！这里其实我更想要找一个景点，你知道吗？哦，给你们看前面。其实我们真正要的 spot 是在这个 Battery Spencer， 还要走750个 feet， 就是要去到上面。我真的不想脱掉我的外套，我 suppose 我要脱掉我的外套拍。哎，其实这样的路，这种路也很好看呢。哇，如果今天的雾少一点就太好了。我们到山顶啊，它就是一个金门桥 ，like McDonald。对 ，McDonald 为什么叫金拱门？好像就是因为这样。今天真的没有雾的话，就是100分啊，因为哇，很漂亮嘞，肉眼看比较漂亮，因为它的雾、哦、太深。是我们这几天里面以来啊，今天是最冷。哇，我前几天哦没有穿外套，我就 OK， 穿一个发热衣就好吧。今天真的是冷到爆炸。我们现在想要坐一个巴士去到我们下一个景点，然后每次出到国呢，就很想要搭一下他们的交通工具 ，try 一下，才有当地的感觉哈。主要是我们没有钱，各位。这是真正的原因。刚刚我们从那个 Battery Spencer 下来的时候，我们 Uber 降了94块多了 ，so means that 我们这样子下来要400多块马币。心很痛，真的等于我们一人要100块马币啊！索性不想再坐 Uber 了，太贵了，可以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耶、yeah, ，我们的巴士到了，我们大概坐3个站，这样定吗？那边很臭。我们突然巴士 out service 了。哎，上个月就是来 walk 的。呀，你叫什么 ？Thank you so much。哇，好好哦，他是我遇过最热闹的人了。体验感好差，没关系，有达到就好。就像体验巴士司机，这个亚洲司机人很好，因为他没收我们钱。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可以 visa 进去，然后他现金又很麻烦，他就直接讲啊，不用给钱了，直接叫我们进去坐巴士。啊，我们现在走路去，其实也很快吧。今天天气真的太差了，生气。其实哦，每次哦，看看外面的世界啊，好像来美国去巴黎，好像。听起来名字很美，但是哦，他们的环境哦，其实远远哦，没有比马来西亚好。每次来到外面哦，你还是会很想念马来西亚。这鞋不很鞋哦，我的高跟鞋也很高哦。哎呦呦呦呦，我两个，可以可以。这么像鞋对不对？会变瘦，一切都 OK。各位，我们找到了，在这里。等下我会附一个地址，就是 Google 该 search 的地方，我们走到这里就对了。我觉得什么东西都不难，很烦的是就是下雨。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很狼狈的地方，因为现在下雨了，真的我没有办法一直拍。很难拍哦，真的太难了。苏珊要带路。对，因为我现在是导游。然后现在我们带来一个他们讲很著名的 market， 叫 Trader Joe's。对。就是这个 market 还是偏 local 的 market， 7475，哇，这样便宜的，哇，便宜耶，哇，真的假的？3.49块，3.49块就是等于3.55块，真的没？可以各位，我的脚太痛了，你看我的脚，很厉害耶你其实，我一整天都在穿的这么高，走那么远，休息一下，啊，我一
整天的，刚好现在都停雨了。我们现在人就在这个 Ferry Building，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一个 dinner 在这里，不知道今天的 dinner 是什么，肚子饿了。大概整理了一下，然后我们都各自换了衣服，是全蓝。等45分进去 inner， 还有大概几分钟而已。很冷呢，为什么今天这么冷呢？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去了。哇，感觉很漂亮哦。当当。然后现在开始放饭了。是一个buffet这样的形式，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有很多食物，还有自制的一个 noodles， 大家吃饭。终于找到我想吃的东西了，不然我也会走。好吃好吃。Well Galaxy 蛋糕。我们正走下去哦。这样。这边还有卡莉。You can do it. Me? Really? Do it. You can do it. 我们要切这巨大蛋糕。OK. 哇，我们要来做这个角色哎。各位，我们要做一个 CEO 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去切蛋糕。对，我们买三份下来。你们小声一点啊。各位宿舍某今天去切蛋糕。哎，你那服装看起来很像 CEO 啊。来，我们要一起说 Galaxy。我讲 Galaxy， 我就要切下去。Galaxy， 耶！西北，这是你切的。耶，我们的 dinner 结束了，终于要回去睡觉了。Let's go 睡觉。Morning， 我们又回来了。总之，我们每一天几乎都会回来这个地方，有点像集合地点这样。然后今天呢，整个活动会比较属于是 gamer 的 part， 是看别人打游戏啦。今天我们的食物有点像杂货店这样，都可以自己 take。我要一个 sour cream onion， 我最近有点喜欢这种口味的薯片。这边还有 pasta， 跟你们讲，我研究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就是这个辣椒。加了这个辣椒就是神，不会难吃到哪里去。That one look nice。加了我的爱，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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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有这个就是我的宝贝。Red cheese。太多 OK， let's go， 麦干。我们看看阿力夫帮我们。准备来 ，man man many man。过来吧。哦。哈哈哈哈哈哈！没有，我本来想要录你后面讲，啊，现在哦，我要像你对着他，应该是不可能没有做到的。结果他就打开。我们要支持 Malaysia team， 超专业的，还有主持人讲解。今天的活动呢，就是开放给 public 的人进来，所以呢，观众们坐在一起。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玩 PUBG 了，我在以前玩 PUBG 真的是很厉害了。哎，我有 record， 等下有空的话可以回味一下 PUBG。开始跳飞机喽，全部 gamer 在这里。代表我们马来西亚呢，有 Arif 跟 Lola 的莎莎。Arif 加油！然后难得有我认识的一位朋友 Lulu 莎妈，还有我们的莎莎。你知道恒格力是什么吗？因为我们有上帝视角。很好玩，我现在已经下载回来了。颁奖，我们要准备。Super Young Bad Guy！Come on up! Congratulations! I believed in you guys the whole time. 他们说一定要来吃这个 In and Out， 感觉很不错哦。哇，好有感觉哦！这边的食物只有牛肉，对，我会抓生意，卖牛肉可以卖这么多人。哎，我们只能吃 burger on the view。这边好可爱，还有 free hot chocolate for kids on rainy days。Well， 我们不能吃的 burger 输掉。OK， 先 first。输掉。哦。What is this？ 冰水啊？不用了。One to ten。ten。已经低波浪了。啊，几步不住。耶，我
们现在就在一个 outlet， 这个叫 Great Mall， 很大间。然后呢，我刚刚看到哦，他们连小狗都可以带进 mall 里面逛街嘞，真的太幸福了。喂，相机差点不见掉，吓到我。刚刚去 fitting room， 然后我把那个相机离在 fitting room 里面。没想到 CK 控制的魅力让我忘了相机，我平时是不忘相机的人。好可怕！你看。拍完影片就不签了，讲这种人恶心吗？记得要 refer 回去他刚刚他拍影片那一段。没有吧？这种就是超级做作的博主，没有，超级没有，看到吗？这种，哈哈，睡吗？然后下一秒，小狗你这样在意的，看小狗呀，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好小气哦，好小气。马来西亚有没有可能？有啊！哇，太幸福了吧！我的宠物哎！OK， 我们在美国要去就结束了。重点是我没有讲计划的，因为太麻烦了。最后非常哎，他们都要躲起来。最后非常感受三十美金送我们来安排。哇！下次来送我们来嘛。我去安静一下。我不用做结尾啊。三二一，恭喜！恭喜！那就来了，我觉得。